大家好，我是 Ivan。大家好，我是 Joy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神仙湾的前面，就 Home Island。神仙湾是一个社区，它是神仙湾的，应该是北门吧，前面。那我们有一个已经，你可以理解为完工的建案，还有一些尾盘要释出。那今天我们就很荣幸请到我们的这个帅哥，你看，基友男，本地基友们。我们开发商代表 Joy， 台湾人。谢谢大家。单身，对，单身，不是单身十年的单身，刚刚单身，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项目叫做 Athena Residence 大厅，啊，入口是个挑高两层楼，然后呢，我们上面也有很多宠物的，然后这我们的左手边这是我们的物业 on site， 然后呢，我们全部的 on site 小姐现在是在忙。OK， 那所以我们这个项目是宠物友善。Yes。然后我们这个 reception 这个是中到中都开 ，OK， 他们现在他在忙，通常楼上楼下到处跑。那这个也是啊、开发商自己的物业管理公司内部员工。OK OK， 这个姐姐叫做 Monique， 就在这儿，这样不好吗？搬到了一些你看邮件，因为很多买家他们会很顺利的事情，就是我住这种大楼上楼中，甚至说有帮很多方便。哦，非常方便，我们人可以直接进来 deliver 到这个正门口，大的呢可以楼下帮你承收，然后呢我们的信箱都在我们的电梯后面。OK， 是的，因为这个问题我是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。一涉及到这种大楼 ，house 也好，特别是海外买家，他第一个问题问我，我们邮件怎么办？那 house 很简单啊，就是说你开个前门或者怎么样，他就丢进去就不管了。他说这也行啊，我说可以的。那大楼他说怎么办 ？Solution 就来了，就解决方案就来了。对对，我们有叶小姐姐。会帮你们看管。对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wellness center， 你看一下，大家，很大哦。对，我们的这些都不是装的好看的，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，连这个 free weight， 这个中文怎么讲呢？就是完全是自由的这个哑铃都有的，这个 squat rack、bench press 全部都有。然后非常大，然后里面还有美女先生在健身。是的。那这个是 yoga。对，这个是个 yoga pilates 瑜伽的室。然后呢，这个设备都是最好的，质量最好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。对。一般健身是没有这个。有这个 kids room。有个 kids room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。小孩子，你可以小孩子先放这。然后中间的这个玻璃隔间，就是因为你可以在边健身边看到你的小孩子。在里面，这是很用心的贴心的服务。对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。哥哥哥，我们的游泳池就在这个画面是吧？只不过呢，可能这个周才刚刚。嗯哼，这周才真的完全就。才舞台。嗯哼。所以我们上次来外面的这个旮旯是做这个观察的。我继续走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 work from home station， 还有我们的 conference room。虽然呢，正在刷油漆当中。是的。通过咨询可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疫情大家很多人都是在家里办公，那现在其实这个习惯还没改过来，大家都在家里办公这个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。work from home， 特别是那种 IT 或者是金融产业的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邮箱就在电梯口，这个美美他们这边进来了，然后直接订一份而已。对。那回到刚刚的话题，就经过了，所以很多现在的新的建案呢，它都会有这个，一个类似于办公的一个地方，小办公区、办公空间，做的是挺好的。虽然上面写着不要进来，但是呢，偷偷进来。但是如果被我们公司的姐姐们骂了，那我们就出来。Very quick look. Oh, perfect. Yes.哇，这我好需要，我常常都要视讯的，超需要这种。对，对了，我觉得很好哎，就是私人如果要 meeting， 就直接来我家楼下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项目有四个order， 是在网上预约就可以用了吗？不用预约，不用预约，你就可以用。然后在我们每个项目都有做，然后这种地方竟然很少有人使用，是吧？都是 free。哦，不错不错。哇，这个比较少见哦。这很好，这很好。然后呢，这个 match。对，你可以在这开个举办个活动，然后这个大屏幕可以让你，把投屏，
电影院呢，不应该是需要钥匙的。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个。要跟前面的没关系，但是我们的公共设施是有这个 facility。对的，有非常有一个电影院。Good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怎么说？第一个，对于我来说，它不算是非常高密度吧，因为你看楼层高度就那样，像那种摩天大楼高啊，这一共多少户了？八层楼，九十户，就九十户而已。就跟九十户就等于是还是属于中密度，是高密度，在法案上是高密度，但对于我们来说是等中密度，因为你到了60楼，对，70楼，对，那这种就有点高密度了。对，这种楼层在这呢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对。最小的也有170平，不、哦，最小的也有170平方米。对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直接到7楼，我们有家具的展厅来看看。所以我们总共7楼，那我们的 facility 在顶楼上面有吗？还是就是都在1楼 ？OK， 好。因为它这个占地面积很大的，嗯哼，我有看过它之前的那个，因为我忘了，就蛮久之前看过它整个的。Master Plan，、它这里就跟一般我们 Surface 那种，它必须要放顶楼的不一样。它这里很大一个占地面积，很大的一个公共空间，就是说有花园。对，我们的这个冷气机的外机全部呢都摆在了我们的电梯 Elevator Shaft 后面。那这样就很不会占空间啊，不会热，问题还是不会热，对，不会热是重点。哎，这个设计很好哎，有些开发商不管你，他就做了，你自己弄阳台啊，自己的建筑成本。是啊，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居住体验呐、啊。Good， 不错。因为它这个挂阳台是很贵的，大部分，主要是就基本上90%呢都是在自己阳台。是啊。对，这个设计非常巧妙，非常好。你知道澳洲铜管很贵的，装空调的铜管正在爬这个铜管，因为 我就做这种建筑的，我一想到这个铜管，哇，上面铺了那个铜管，你知道它价格。而且要统一拉到那个公共空间，那线更长。就那个床线上的铜管才是最贵的，拉铜管。来，我们到了我们的01户型，也是这个楼的楼王。OK， 1701房号。1701。现在开箱。玄关。一呢是指一栋，七呢是7楼。零一。零一是01户型。哦、，OK。这是1701。理解。这个玄关很好。然后这应该就是储藏空间。储藏空间。你的总电源的闸也在这里面。这个户型呢，总共有259平米。Well. 总共有3个房间，3.5个厕所，然后还有书房，还有个独立的洗衣房。这是等于是把一个 house 放。是，这已经是一个大平层了。对，一个大平层，一个 house 放平。你看这里，我这里这边你看，5米的厨房。这个中岛超长的。这中岛5米。哇，这里很大，两米的4.5米以上，这么大。这个厨房的后方呢，还有一个 butler's pantry。OK， 大家想象吗？哦，里面这个 wine fridge， 喜欢喝红酒的朋友们，这个冰箱是送的。对啊，这个就像一个 house 一样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备餐区啊。对 ，butler's pantry， 对，不错。我可以啊，就等于是把那个 house 的豪宅规格也是这么设计的啊。对，把一个 house 放在公寓里，最大平层。我们的冰箱也都做成了。隐藏式，一个冰箱成本10000多，那是我冰箱的，整体漂亮一点，很新，东西都还在，磨都没死。是，我猜应该是两个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下面也就是很多，这个冰箱就成本就10000多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view， 我们的 view 简直太美丽了，所以看出去有美丽的山景，那肯定也是一线河景。然后呢，我们每天的夕阳就在我们的正前方。站着，隔壁在施工中，我们的兄弟们。这个也是同样是我们的建案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也是我们是建筑商，也是开发商。所以你们是开发商，也是建筑商，然后也是物业管理。对的。哇，那一条龙啦、啊。OK， 那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没办法交割，因为现在很多建案动不动就是说加价，动不动就是说没办法交费的。这个我们毕竟是本地黄金海岸本地公司，本地建筑团队，本地全部。Good。站到这个位置，从这里出海只需要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太平洋。所以出海，那我们有船，有码头。这边虽然还没有造好，只不过呢会有一整排的。我们这个项目也有，这个项目也会有。隔壁这个项目呢也有。要码头怎么分配的？码头，这个项目是它最后一个15米的码头，
可以停一个30多将近40 foot 的一个船，所以到时候我们这边会有码头，对，而且全部手环剩下最后一个15米的可以购买。那码头是另外买吗？是的 ，OK。好帅哦，那码头跟另外买那个多少钱？要这个剩下15米15万。OK， 可以接受。可以停将近40 foot 的船，那是一个很大的一艘，可以接受，很大的一艘船。OK， 很可以接受。哇塞，这公寓的项目里面竟然你还可以买个码头，这个很可以接受，这个非常特别。对，这个非常可以接受。有些业主在我们上一个项目呢，他们早上周六早上骑着水上摩托车到外面的这个小岛吃早餐，吃完早餐潇洒完再回家，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根本不用怕塞车了，不用怕塞车。现在黄金海岸都在塞车，超还没有塞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到远处，我们可以看到 Surfers Paradise Q1 那里。对的。有市中心的 view， 不错不错。我们远处的这个山景就是每天太阳夕阳。然后这个阳台是非常大，它是个 L 型的。对，巨型的，所以在这边办个 party， 在外面聚会也都很方便的。然后这个阳台背后的这个景呢，是不会被这个我们的毛挡到的，这边这个角度是不会保留的。嗯哼嗯哼 ，OK， 好。阳台是非常大的，对，这个阳台真的超大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里面。看里面，那我们先看看我们主卧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哈，正常我们中央空调都是上面的，那么圆形的，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，有没有关心这个细节？在侧边，台湾的做法，嗯哼，台湾是正装的，但是澳洲是西南顶上的。这里有个小书房，这边有个小书房，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主卧。主卧，好的，哎，主卧这边有一个它的 walk in， 嗯哼，衣服多的呢，这边可以再加盖，说实话可以放很多的衣服的。是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走道，地板都是地毯，澳洲人特别喜欢在卧室里地板做地毯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的主卧的 en suite， 这很像饭店哦。嗯，饭店的一个布局。嗯，双洗手槽，双洗手槽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大落地。对，没有奇妙。哎，那万一那个什么女主人比较害羞，我们是不是要加个卷帘？没有啦，我们澳洲孩子都长这么大。OK OK， 好来。然后呢，主卧呢也算是非常大的，你看到这是一个 queen size 的床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人站在这儿有很多的空间。是。河景主卧，完美。河景的主卧，我们未来这个景是不会被挡的。啊，前面这些在惠发呢，这个是两个非常高级的65岁以上的这个养老院。啊，这是两个养老院。对，他们180平顶楼要卖270万。哇塞，超级贵的，都是有钱的。好高级的养老院啊，非常高级的养老院。然后他们中间的这个空中花园，哇，他们的中庭设施也做得很好哎。对的，所以才卖270万。哇塞，然后里面有配这个医生啊、护士、煮饭啊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然后我们这个阳台是可以通过去的，对，通到我们刚刚的阳台。嗯哼嗯哼 ，OK OK。那我们往第二个房间，好，参观一下。哎，不行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有个书房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在客厅旁边。嗯哼，很多人呢会说这是第四个房间，但是呢是个书房。书房啊，或者是 kids place room 什么之类的，放一些小朋友的东西，所以3.5，我们这房间是3.5，没错。好，我们每个房间都有它独立的这个卫生间，嗯哼，就是 bedroom suite， 所以这个也是套间。对的，我们每个房三个房间都是有它的自己的，三个房间都是套间就对了，都是套，对，他们这两个房间二房三房还有他们共同分享的一个小阳台，哎，不错哦。对。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澳洲的公寓有阳台，没有阳台，我觉得这个公寓。就差了一个味道。对。然后这个 view 其实也不错啊，这个 view 后面是不会被挡的。OK OK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第三个。这个你看这个衣橱啊，巨型，这么大一排都全都是衣橱，四门衣橱。足够大家有很多衣服的女生，哎，脱了绑得下的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们旁边洗衣房。对的，我们有一个单独的洗衣房，这上面可以放，这可以放，可以加装的，对，加装的。对啊，但是上面就可以让你放一些衣服，你已经洗好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展示厅，我们的客人如果是买这边的话，有送
干衣机一般都是会带的，有送洗衣机吗？这两个都送，这比较少见喽。各各各，就等于是你的冰箱有了，洗衣机、干衣机有了。嗯，我就还没有看到微波炉。微波炉也有，也有啊，第二是微波炉哈。是的，是的，就全套都送了，就等这个是买买个椅子、买个床进来就住了。对的 ，OK。我们刚刚共用的那个阳台的这两个套间。对的，三套啊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。是。然后 Jerry 站的这个位置的正后方，也就是他的 walk-in 的这个 closet， 还有他的单独的浴室。你可以哦。不错，这套间。对，这套间。艾文搞建筑的，比较喜欢摸材质，用什么材质盖的？对。那我们往客厅方向走去。对。所以三房。三对三房加个 multi purpose。嗯哼。然后呢？有三个套房。都是有浴室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客人用的洗手间。嗯，其实现在说起我们现在客人的意愿呢，都是最喜欢都是套房。你无论是盖房子也好，公寓都好，你套房越多，你以后二手房卖的时候，越能卖出高价，而且更好出手。是的，对。现在以前流行的422，现在最流行的是444，442 ，sorry， 442。OK， 那我们有车位吗？有这个户型有三个车位。哇塞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面积，然后我们的售价，我们这个户型是259平米，大平层，真的大平层了，挺大的。然后呢，售价我们从5楼199万，7楼214万。OK， 就是我们现在站在大概这个位置，我们站在这个转角位置，第五楼就这个位置。嗯哼，所以码头是在这个的前方。嗯哼，你好啊，其实我是不喜欢我的房子前面有码头。就看情况了，每个人喜好不一样。嗯，有人喜欢看到船，嗯，有人喜欢看不到船，安静，安静一点。对，嗯，然后这两个项目的差别就是，是一个新的楼盘，叫 Athena Kings， 它有两个泳池，所以它的设备更多、更好、更大，是个升级的。但实际上呢，差别就只有5%的小小的差别。嗯哼，因为都是我们开发啊建造的。好，那非常感谢 Joy 还有 Ivan 的介绍。那对于这个项目如果有兴趣的观众，欢迎跟我们联系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。谢谢。